我来了，今天给大家整一个端午节限定主题配色，今日用笔，派通20周年限定灰色，黑扣的墨瓶，哇，开始吧。
拉拉了文具控 CC 又买新笔了，这次是被颜值收买的宾乐美新新笔，棉花糖系列，颜色真的好软萌，嫩嫩的，真的好像棉花糖，嗷呜，真想来一口，软握部分软软的，握起来真的好舒服呀。柠檬诱惑绿叶仙踪粉色蜜语，你最心意哪一个呢？水果系列，笔壳是亚克力珠光的，好有质感，摸起来滑滑的。蓝莓不难，猕猴桃不桃，芒果不芒，别管我了，连名字都这么可爱。软萌软萌的，是青春书写好伙伴，没错了。哇呜哇呜，0.5毫米的子弹头是我的心头号，下面和我一起沉浸式书写吧。